婉玉又居居，文宣盗用商标，国家地理杂志呛告。都市计划建筑博士挺好的李婉玉，婉玉姐姐的文宣拍得像飞柔，但这画面太美我不敢看，因为左上角国家地理杂志的 logo 大拉拉的印在文宣里，还有四处啪啪照的宣传车上，甚至路边旗帜都要选民挺好的李婉玉，但国家地理杂志看完心情挺不好的。盗用家喻户晓如此知名的商标，犯这种错误，婉玉姐姐你可要赶紧说清楚，不然网友又骂翻了，选情告急啊。土发中心，那我等一下请我们的那个助理打给你好不好？报道。